对吧？咁多位嚟分享嘅好啊，我叫黄家梅，咁咧我点解会嚟学呢个行业？我本身就系跳埋跳跳翻国际标准舞嘅职业赛手，咁咧我就一路冇乜好成绩，我嘅老师咧就叫我哋学芭蕾舞。咁我身為中國人，我做咩學芭蕾舞已經好有獎勵啦。當初喺網上咧就 search 咗阿師傅學中國功夫，咁啊學咗大概一年到啦。我就同師傅講，我話我個人成日好熱啊，頂唔順啊，脾氣好唔好啊。咁啊師傅就叫我轉型學五行氣功啦。咁啊學咗之後咧，我啲睡眠咧就改善得特別好，即係唔會生得半夜成日醒啦。成日唔會發脾氣啦，係好咗好多啦，同埋對我自己跳舞咧係大有進步，亦到之後咧又達到我自己想要嘅理想啦，即係好多啲動作咧做唔到咧，原來喺工作上面咧係幫助我最大嘅幫助，多謝咁多位。陳式太極拳武打一路開始。此拳是第十四世祖陳長卿在陳式太極拳祖傳拳術的基礎上，由富貴藥創天廟流傳至今的經典套路，以柔為主，柔中有剛，動作舒展大方，連綿不斷，節節貫穿，沉着穩健，運動如行雲流水，發勁時處處運用螺旋經，以行引氣，以氣吹行，呼吸自然，虛實分明，含胸及腰，速發相變，快慢相隔，達到全身浑然一體。長期練習此拳，能強身健體，身手敏捷。武當五行氣功為動氣功，活潑靈敏，趣味盈然，長練令身體五臟經脈血管柔軟富彈性健康，氣脈暢順，舒筋活絡，體力充沛，精神飽滿，其形取自中國文化中靈獸和威猛之物，包括學虎龜龍蛇，與五行相對應，調理人體機能，使之氣血充盈，清新明目，精練提升，思維敏捷。學形五行中屬火，五臟中屬心，常練可練精力充沛，實清氣爽。演练的是虎形，虎形五行中属土，常练可见其为强筋骨，